到这个上楼下验骨室哈，生前定金，就是因为手术都生前定金，先定金好好生呢，中国都没有一些准，先定金就是心，就是狗心，就是那个金心，所以我们发心是要发这个心，你修行来能够呢成就，就是发菩提心就对了，就是先定金。那六祖坛经，六祖开悟了，这第一句要讲什么？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但六祖心直了成佛。所以我们是以什么心成佛的？清净心。所以我们说到修心呢，修什么心？修清净心。然后我们的道心修出来。好，我们今天再继续下一段。须菩提，你如有人身如须弥山华，意云何？四生为大佛。须菩提言：甚大，世尊，何以故？佛说非生，是彼大圣。接下来，佛陀用这个无著的道理来启发。飞升就是四明大乘，所谓的大乘就是这个落体啊，简单直接来讲就是法身就对了，法身也没有相，也有相，直接讲飞升啊，所以这个地方的道理是讲这个。好，我们看经文啊，他说须菩提啊，比如有人，这个比如是极力说明呢啊，有人是想发大心的人，发大心的人要有这个人啊。身是指什么身？这里的身是指报身，报身。所以修道都有三身，啊，这个佛有三身啊，就是圆满的报身，还有清净的法身，还有哎千百亿的法身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哦，你想要有报身，还有。先把一个念化身，首先要先证得什么？清净的法身。法身是讲自性，那么道身是讲我们智慧圆满的功德。法身大家都有，但是道身不见得哦，你不修没有。所以这里的身实际上是讲道身的，道身也叫做自受用身，自受用身。要菩萨以上才能够，才有啊！是菩萨多劫以来勤修万行，无畏双修，功德圆满所证得的法性。所以引生觉的啊，会引生出来这种无边无量的相好的庄严身，这种圆满的报身呢？它不是我们的肉眼所能够见到的，所以菩萨这个正登地的菩萨，登地的菩萨，出地到十地之间功德的菩萨，才有办法证得这个报身。现在这个佛呢，问须菩提说：“你如有这么一个发大心的人呢？”他的身如须弥山华，在你的意思怎么样呢？这个人的身体大不大？那须菩提就回答佛说：“甚大，世尊。”这个须弥山，他是在比喻啊，圣妙报身的这个妙果，所以就表示说，这个报身的。非常的殊胜，这个比喻这个样，说圣大是指大的圣也大。所以西菩提解释为什么说大得不得了呢？因为佛所说的大圣呢，因为佛所说的大圣呢，不是一般人认为那这里所认为的大的那样大，而是说
非生是于大乘的道。所以释菩提在这里回答这个佛陀啊，他说这个须弥山王啊，这个报身啊，就是有个须弥山王，当然果报很大啊。可是呢，释菩提他解释为什么大得不得了呢？因为佛所说的大身啊，并不是一般人所认为的大的那样的那样的大，而是说什么佛说微身是名大身，所以在这里所谓的这个佛陀问释菩提说啊，有人啊，他的报身像须弥山王那么大的话，当然释菩提回答说是很大，可是呢。菩提也知道，所谓的大，你从来没观察过啊，那个任何大小的大的那种大的一个想象。佛说微声是名大声，而是说微声才是个大声。你其他没观察，你说你看的看的多了，不是。佛所说的是什么？微声才是大声。所以你家的是一来多，你现在这里显出啊。乃是合格机器的，这行都是五蕴合，正受想行识啊，这个身体是不是四大合格啊？地水火风啊，而合格机器的都是必然是什么从眼而起的，就是在一切一点来起，所以这个有形的这个身体啊，是合一点合格所升起的。那凡是缘起的东西，必然是无自性，可是无我觉得，可是因为体现是空的，不是真实的。所以说嘛，那这个心乎啊，不能讲大声，是讲微声。所以所谓的大，之所以为大，可是爱以无为而说。那有为的一点话不能说大。所以这里的话。啊，佛说非是是名大身，所谓的大，它是什么？要以无为啊的一个来说了啊。如果说有为有，那就是有漏，那就不得称之为大。所以凡夫的这个身呢、啊，是因为依有漏的五蕴所组成的，能够组织这个五蕴呢，当然是有漏。所指这个身体自然也是有漏的，五蕴是有漏的，它所组成这个身体当然也是有漏的。这有漏的凡夫身，它是无常变化的，忧劳的形象无穷，那无穷形象当然不得说为大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是个小我，自性才是大我。啊，所以所谓的非身。就是你讲我们的自信，自明大声啊，这个非声的是公开的公开的自信，自明大声是指不报声，啊，这寡心以及公开的有大力，所以底下来对应佛说非声，这个非声是讲自信，各个的自明大声啊，以及的提供正得清净心之后所得的不报的那个报声。圆满的这个报身的这个报身才叫大声，当然主心也才叫大声，啊，主身是非身的，它是无相，所以说非身是讲自性，啊，那四名大声是主报身圆满的报身，所以这里是说，如果能以清净心进行六度贯通，见性之后。自然会得到报身，这个报身是比较有相的啦。清净的法身是无相的哦，所以单单来供养的说，先把一个化身圆满的报身，首先是要先证得清净身，之后才有办法啊得到报身跟应化身嘛。所以说这里佛陀在讲佛说非身呢，这是讲我们的法性，就是我们的自性，四明大师那个大身是讲漏。讲我们的圆满的报身，以性来讲是非身，自性是无性，
大无小，现在说大声了、啊、也不过是讲明而已啊。啊，所以说报身也是一样啊，其实都是那都不是真实。所以说我们要知道，得到报身的修行者依然没有成，依然没有存着有所得的心哦。啊，若他存有所得的心，就心就不清净，你就不可能证得无出法忍。既然没有正和清净的法身，报身也就不可能成就。所以必须自性清净，自性圆满，才可能证得报身。报身就是大圣。所以说，努力清净心，行六度万恨而不着有正性之后，报身自然显现，那就是不着果。所以你看。佛说微生是想要先证得法身，是名报身，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报身。这个叫做什么？以这个就是呢，身如西明山晚安啊，啊，就是讲讲，那个心大啊，但这个大了，那些呢，都都是讲讲爱情报身。所以讲讲微生是名大身，所以这里特别讲啊，微生是讲自性。啊，那那个报身呢？报这个报身呢、啊，就是这个讲那个大身，讲那个报啊。所以这个一个是讲啊，一个不着有啊。所以正得报身啊，能以清净心修度万恨呢、啊，而不着有。正信之后，报身显现就不着有。所以说这个修行里面要正得法身，就是不着有。然后四名大圣怎么不着？这里也是讲两边不执着，这个是我们清净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成佛的道理。那这里听得懂没有？啊，他是西菩提啊，这个佛陀的出家人讲啊，讲身的问题。当然，直接我们讲，这个大圣绝对不是讲我们这个东西。哦，最无聊哦，一心。我都去西山嘛，我们是身体行嘛，可以的，才多高啊！所以这里是讲圆满的报身，当然很大，可是哦，我都告诉你啊，非身是名大身，你要先证得清净的自性的法身，才能够什么？才能够证得这个报身，这个大身是讲圆满的，听得懂吗？那我们就继续学佛了。那个圣是讲超越的意思，那个圣是超越的意思。无为是不是清？无为我是清净的，清净的无净。啊，无为是清净。虽然修道是修到得到一个清净心，我们的心没有办法静下来啊，清净心就没有办法显现。所以他这里讲说。清净的无妄，清净的无气，它是高过世间一切的功名富贵的无气啊！这修德，咱乃咱来修哈，修德是无妄。咱世间讲啊，讲因缘富贵是一个福报，其实来听经闻法，也咱来修德，我咱的心的清净，这款呢福报哦。幸亏世间的因缘富贵呢，清净上富贵啊！啊，是不是这是最大的福报啊？一个人若无迄个清净的时阵呢，你看他再有的福报，他想做现在也想做不了。所以清净呢，这是真正的什么？超越世间一切功名富贵的福报。所以底下就不那再讲一天回来哈。这类方法可分为有为福与无为福两种，有为福，它叫无为福。啊，咱即款一个讲无为福，凡是以有为法来过世的，
所得的服务拢会使变成优惠服务。啊，优惠服务就是世间服务，啊，叫红服，那个红服之间，优惠话就是红服，红服啊，啊，啊是有进的，也短暂的。啊，那无为服务过失，所得的服务就叫做无为。啊，无为服务是轻服，优惠服务是红服。无为服务是轻服，啊，那轻服就是啥？轻服你爱人心有滴个清净啊，不能没有轻浮呢。所以有当天咱那心都是滴向伊个轻服啦。咱事业个功名富贵，但是咱个心个清净，将来一旦开化。这个不是无漏的吗？这个不是无为的吗？这个不是最超越一切的吗？一切让一切丰富更为殊胜啊！所以啊，我们人间的路啊，如果说走过之后，老师感动无为啊，平静心啊，平安多了，都是修业不过瘾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一旦到未来，听你这个修业的道路，是你人间最快乐。所以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所以将来呢，心有钱，哎，等下上天吼，也发福一下，无量无边的啦。所以教会的功课比较要求啊，所以轻松是无量无边的呀，啊，啊，无为无就是你讲啥，金刚般若的佛性啊，恁今日经过我这经是，你修咱的本性，咱的清净心、清净就是咱的本性啊。所以咱就咱记得咱的本事，这是上大的外国股，你看看超新标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个经典哦，它这个经光经啊，就是你进口咱今天来听经典，我经光经讲无助的道理，讲理想的道理，我们也新的心境，那就是清净嘛，对吧？还有咱来修炼，咱来变现，这就是最大的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提醒大家，无为跟有为是有相互的关系。有为是属相的方面，那无为是讲真理，是讲空的东西。金刚经是讲空有两边都不住，所以无为也不离有为哦。离开有为，无为不行。那你离有为是中，这个无为的道理呢？那这个心不是有为。主心就是无为，这个主心啊，离开这个心不嘛，主心我都见过，见过无关。所以这个有无为，要叫有为来见过无关。啊，真无为是什么叫做真无为呢？有为而住，你有为，你去做有为的思想功德，但是你的念心不执着，这个才是真无为啊。真无为是不就有为啊，在有为当中，一切有为法当中，我们不住，那是无极用啊。安尼叫做真无为，方显这种的讲的无为无真为。那么要找到自己生命的本源呢、啊？
得到那个不生不这个不生不死的大身啊，就是他过来这个东西给我那个大身，那需要多大的福报啊，这个是有关系的哦。因为上面是讲大身呐、圆满的报身，这个是要有这个多劫以来呀、所修行所修行的一个功德，这个都是要不具有菩萨的压力啊。只问耕耘的不问错，多劫的修行啊，都是在于这个。所以人找到自己的生命的根源，那就是要这样啊、有为但是那你要呢，要不住，要什么？要不住有为的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一方面来讲呢，无为法事，就是说哈，才能够得到这个不生不灭啊，永远的那种哎，这个无量无边的啊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的沙数，如数沙等恒河，一亿云，数诸恒河沙。因为多接下来佛又向须菩提啊，他说如恒河中所有的沙数，像恒河中所有的沙数啊，如数沙等恒河，每一粒沙化作一条恒河，你的意数如何呢？像那么多的恒河，所有的沙多不多？这个多不多？这条恒河来对哦，所有的沙有几多？它每一条沙哦，每一条沙都来变作恒河啊！你说嘛？安尼这些沙都变出来，这里那些恒河是什么？名为多佛啊！啊，意思说嘛，安尼到底啊？接也不接了，所以哦，意思是说，从天河来对所谓刷灰机啊，刷出来变这几条的河，那么多的恒河的所有的沙，你认为多不多？西湖毕业，甚多是多啊，但诸恒河尚多无数啊，何况其沙？湿婆耶的功非常多啊。哦，执着的，一共弹珠恒河。什么叫弹珠恒河？一条恒河内所有的沙，每一粒沙化成一条恒河，仅仅这些恒河的数量已经多得不得了了，多到数不清了，更何况这些恒河的所有的沙，那实在是太多了啊！所以各位要了解，意思就是说，弹珠。恒河尚多无数啊，何况其沙？意思的话就讲了一个，一条恒河来对哈，所有沙啊变成恒河哦，都不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迄个恒河，迄个恒河，每一条恒河都哎，都砸迄个沙落去啊，那不得了啊！这人家都淡出恒河就已经不得了了，哦，尚多无数啊，何况其沙？意思就是说，仅仅这些恒河的数量已经多得不得了了，多到数不清了。按这些恒河里面再加上啊，它的所有的沙，更加太多太多了。这样听得懂吗？啊，他如果讲说，引流来对这条引流来对所有的沙数，啊，对沙的数量是没清楚，这条引流来对沙多不多？它不会给你刷出去的刷出来变成一粒沙就变成一条恒河了，按那几条恒河来对都变成好多的恒河出来了，那恒河来对现在那几个恒河的刷都不得了啊，那恒河来对你刷这个变成恒河，这样也变下去多不多多啊。所以以前我们也要谈一谈啊，恒河印度的这个，一条大河，它的全长有1680里呀、啊，也
这一碗哈、哦，源出喜马拉雅山，因为这条大河呢，就亲像咱中国的黄河长江一样，可以灌溉他们印度全国。所以这条河对印度来讲哈、哦，无论是交通啊、商业的文化方面，都是绝大的贡献。所以对印度来讲是足大的这个利益甲贡献。当时无论讲古代的时候，还是讲近代的这个印度人啊，他们都视这个恒河之水哦为圣水啊。啊，见到这个恒河啊，你那里面这个恒河来这里无淹啊，听讲好多都会将这个作为国宝啊。所以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恒河宝。那么在咱的经文内底有讲到讲金经时阵啊，很多数的时候，为什么佛陀总是以恒河来做比喻呢？就有四个原因啦吼。第一条，因为佛陀伊讲法啦，大多数拢伫恒河这一带，啊，因地就变啊，所以讲伫因附近，拢伫因为这附近这一带在讲经说法，难免就会拿那个什么恒河来做比喻。第一教育观念就是因为这个恒河啊，伊是三世诸佛得到的一个圣地啦。啊，第三点，因为恒河是印度的四大河内底吼上界大条的，啊，是印度人民啊所共知的。所以讲，印度有四大河啊。啊，但是四大河当中最大的就是这一条恒河，它都共和国它的长有多少？1680米，也宽度有多少？40米。所以是印度说印度人所共知的，也其中的原因就是恒河内底的沙净白且细，就是讲伊足白啦，啊，伊通足细粒。啊，所以因为伊山特别低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拢吼、哦，啊，去看看海，啊，拢可以看得到啊。啊，因为又很细，啊，所以说啊，伊吼、哦，这个啊，这个天气跟我讲，伊作用真强，所以讲你若讲用手吼、哦。把它抓一把沙的话，哦，那个塑料的心啊，就难想的了啊。啊，更何况我们经常说好的讲，恒河内底的沙，啊，那个每一个沙都给变成一条恒河，啊，那个恒河内底的沙更卡起来，用单一条恒河是干哪？啊，变成这么多的恒河，又变成这么多的沙，当然就不得了。所以因为四种的原因啊，所以经中间，那你讲足济这个数目的时阵，我可能总是来以这个恒河沙啊来做比喻啦。啊，师父的啊，你讲我今时也告读啊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环为所恒沙啊，恒河沙数啊。三千大千世界，一用布施，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如果给我今天实言告诉你，我是怎么来告？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一就是用的意思，用世间最贵重的器物，以七宝满而手。满额手呢，从装满了你所住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多大啊？像天河沙所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它包括好多那个沙多不多？每一沙你再给它比喻，每一沙当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啊，一说出来说才哦啊，这么多了哈，就是讲这边讲也是难，你跟我讲哈。都用来都来布施给人家，啊，意思就是讲啊，
干，银屑干最不有趣恶，来装满你手足的象和鹅沙，数那么多的三千大千世界，多兰布斯给人家来救济世界上所有的众生。你看哈，苏婆提，你看老公，这个大善人呐、他所得到的福德多不多啊？得比五多佛啊！西菩提就回答说：圣多世尊，这个人呢、做了这样的善事，这么多的这个善事啊，这种福报太大了。世尊，他们关了，不得了啊！三千大千世界都不得了，但是呢，金如刷说金如刷说为沙的树。每一粒沙变成恒河，淡出恒河，越来那些烟河是什么？又把它变成啊，这个越来见了越来沙的变成，又变成那个恒河，那恒河沙呢，当然很多了。又这么多的沙数啊，每一粒沙又把它变成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么多的一个用这么多的。七宝来布施啊，也算是天人施施了，这不要什么。不过呢，这个说到这里呢，佛告须菩提啊，不得这个书的内容。公爵显当助显菩提，以出金刚乃助心体殊胜故，为他人说，以出恶业现成恶业啊。所以这种就是那是，这个呢就是咱中国经第二处哈，也是比较广的了哈。上一处哈是在第几温比较的？第八温了哈，也就是第八温了哈。那咱今这温是第几温？十六温了，这是第二次的一个功德的较量啊。意思就是讲用这个诸恒河的一个恒河沙，等着三千大圣世界，你用布施，说的很丰富。啊，刚好也让你们金刚经来对哦，起于数不已，啊，底下都比他有烟爽，来做等教育这里功德比较，所以也别问哦。第一次的教育是永劫三千大千世界全部过去，那咱这个经理顶得不得了，用恒河沙来对，所以沙都变成恒河，这个恒河所谓恒河的沙，都去改一个沙，那个所谓沙来对，每一个沙拢改那个沙啊，变做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你这个呢？前面所讲的那更多的不得了啊！第八位起见呢，都起了三千的，从现在起都过去了。来干起皮，这个天公天的菩萨里，但是说这个功德的教养。那现在这里恒河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同时了，乃以受足及贵人起说所得的功德的教养。接着是天起啊，起衰。固定的福德事情，所以咱今天有迄个福分啦吼，咱大家来这个学习这个金刚经，是不是要能够的受持？是不是要受持？要不要受持？要。要不要呢？要不要演说？所以今天讲到说受持啊，为他的演说啊。受持是讲自己，演说是为别人，所以说哦，那乃当实说金刚经来，以什么恒河沙等的三千大千世界啊，反用那个反七宝来布施，功德还大，所以这些还坚持哦，这个经的功，你乃当洗涤啊，还乃当去演说一下，那功德的殊胜不得了。比较的来说，我告诉菩提说，天河沙所谓沙
三千代前世界进步过去了，祈福啊，以后福固然甚多啊。如果有善男子、善女人、善女人啊，能以无下无助的般若经中啊，也得当信受奉行，依法受持。信受奉行，依法受持，啊，就是讲了解经中的意义，照着经义去行见，叫做受持，啊，去奉行。所以受持的人呢，你要真实的领纳经中的意义，之后呢，进一步说，对于《金刚经》的道理。了解的之后，功夫重大了，有所领受了，道理上领受是没有用哦。身心要保持那个境界，叫做受持。意思就是讲，好讲受持是身心有所感受了，有所转变的意思叫做受啊。为什么还加一个持？这个持的情况，好讲。你还要永能的保持这个境界，这个叫做持，要持续不断，你是一邪啊，还是受持要有意思的啊？所以经典啊讲出也都有意义啊。所以这个受持的时候，你真正要有那个福气，不是讲咱今天在念佛念的，你要真正修持啊，就是讲受持的那种意思啊，要照着经义去。对《金刚经》的道理要去了解啊，要有功夫去证道这个境界啊。可是呢，道理领受没有用啊，身心有感受有转变啊，啊，还要呢永恒的保持，那你境界就是说什么？阿波罗讲修持专播的功经啊，也就是佛呢，甚至少到四句偈啊。而且还进一步呢，能够为他人宣说，宣说这个经典的道理，这是助度又能度人呐、啊。不止自己在受持哦，而且能够讲给别人听，让别人也能够了解佛法的真实意。什么叫做佛法的真实意？两边不止走了，不会双修，这才是成佛的经。经义啊，这样的福德胜过前面财布施的福报。所以大家想想，财布施的福德不是法师的福德所能比的。这样说起来，布施就不用，财布施不用做了，不是？财布施还是要行，但是呢，法布施啊，法布施这种。叫我们能够呢不住得到，那财布施的功德更大了。像耶稣所讲呢，你赚得了全世界的钱，别的生命又有何用呢？用那么多的七宝去布施，福报再多，终有一天会呢享尽的，这个是有漏的，结果还是在六道轮回之中。有的人财布施还在六道轮回里面，财施有尽，法施无穷啊。如果用四句偈去修持，能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，这是成佛的道理。这种的功德，哪里是有形的财布布施所能比的呢？所以慧能六祖也说。好，得福贵报，讲说最上乘的经典，念诸文者可以生大智慧，成就无上道。当知受除福德，当然胜前面所说的七个多点。当然，我们修行不能偏离这个样子，一定要什么才华相似。这个才能圆满。所以学佛只有两件事，第一个是智慧的资粮，
的资粮。那你后面想听吗？成果是这个样子，敌人就是咱地位的主人，我过来就是好地位主人。比如我们现在在研究《金刚经》，以及所有的佛经，还有一切的圣贤的经典，都是在找真智慧哦，就是在找我们的智慧，也就是开发我们的自信的妙智慧，那就是在识别智慧的资粮啊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这种是在找无畏诸粮，不无畏诸粮啊，无畏诸粮。但是一切该都是缺陷的啦，人生是不圆满，往往啊、这个有人呢、认为人生啊，应该人间不来得及。我们换的去看看，所以我们要不要终身学习？因为人生是缺陷的，所以我们要终身学习。所以曾国藩啊，道完也了解这个道理，他自己的书房叫做什么？求天灾。Thank you.
道里面，我们要去办道五种心，办道中要不离修道，不要为了办道而忘记了修道。修道是开智慧，办道是必中心就不化，两者可缺啊。办道不离修道，修道不离办道，就跟罐头不离餐盘打斗，在办道中里面在修道修心，可是修道也不离办道，所以这两个啊要连融在一起，才能够成佛。这是我们第十一问啊，佛陀所告诉我们的《对金刚经》里面的那些道理的，这个我们要好好去落实的。我们看十二分。尊重正教的，那位道基禅师啊，那位老师，最近问来电影该说的，什么叫做正教？正教的提供波若十的正教，这叫做行不掉，是五十说法。好，下面有嘞，啊，华严经啊，啊，是不是？定中的如果讲法眼，不过只有十十愿法身大师能够了解，其他人不知道。这个是开始讲嘛，讲阿含经，是不是？阿含经讲几年？讲十二年。再过来再讲什么讲？讲什么经？方等。方等讲几年？八年。最后，方等之后再讲什么大圣的经，好不好？记错了，各位来讲大圣的经，变不不积极，讲金刚经，金刚经是般若经典呢，大圣的般若经，讲几年？跟台湾公民公民公民共回啊，二十二年呢，重要不重要？佛法当中最主要的部分，今天就是在净化，净化。虽然说做得我无过，他这步在了先锋，这个是正法，这个是净法，是从心性上的问题啊。所以净法就是讲，就等于讲，发这经典的时候叫净法，尊重净法就是诸佛菩萨该依从出经出来，就是讲发这经典，这个照经典去修，照净法去修，会先锋的。所以诸菩萨是单一部金刚经生出来，就用个开发书法来讲，是一个的净道，净道是最上心之法。那像咱的经中内底四部四部一样，啊，经中金刚经内底作者是释迦牟尼，无人应当尊重佛。所以讲啊，讲尊重的心理啊。那乃当尊重净土经典，无法去修修行，那就是尊重宗教。所以这个经就是法宝，经典是法宝，有法会磨刀，电视上不过，啊，经是法宝，用这个法会当磨刀，磨刀当心变成宝啊，用心变成了度化众生。接近流啊，这就是真宝啊！所以一部经典变成佛法生出来啊，三宝是配啊。所以咱要尊重正教，不是这部经典，是大乘的经典，所以咱袂使随便哦。这个经典就是法，法因这个因法会当活动，会当这个是果，人心变成的度化众生，接近流啊，这个是生。这是我给我说过，所以要尊重宗教之间，所以讲讲多人的经典会难懂。有做大经嘛，这嘛来内嘛，别个讲啊，犯险地心为你主权的掌握，不假大呀，不假精呀，精假精呀。所以呢，你那个看到经典来的时候呢，来先去辨别，都是你替换的主权。所以三宝是啊，归依主权的三宝。所以我们要尊重嘛，这个尊重上，这个尊重性的形象，我们要好好去落实。所以对经典来讲，是足尊贵的一种事。
好，我们看经文。不赐西土土，谁说四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用供养，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不受。须菩提，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稀有之法，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九佛作尊重弟子。佛不是西菩提，佛再进一步的对西菩提说，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做我们不能够随缘来讲说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不管是整部或者是一部分，甚至少到四句偈，对，谁说四经乃至四句偈等啊？所以说了几句分来的啊，不得不进步来说，我们要随缘来讲说这部《金刚经》。那么这里讲谁说？谁说啊？这个谁啊？这个谁说啊？有下面六种意思。谁就是谁也呢？不限定的意思。所以谁有下面的六种意义，第一个要谁说人，谁说人呢、啊、不论是生或者是死，不管你是出家人，不管你是世俗人，或者是凡夫，或者是圣人，你有救到无救到，道道清心不清都不要紧，只要你对这部经典你愿意来学习，都可以说，都可以为他说这个般若的经典。所以都限定对象，所以这个谁说的第一个是谁说人呢、啊、可是不限定你是对象是什么。第二个要谁说机，不是说学校啊，要谁说这个机，要去分别是立根的或者是你是顿根的，都可以跟他讲，善巧方便就是用机。用机讲道理可深可浅，跟你个亲的更加亲，跟你亲的更加亲，所以用我用机可说。所以应该好好的把《金刚经》研究透彻，用《金刚经》来接引众生。我们今天一贯道理对借着《金刚经》把一贯的真传的书舍把它发扬光大，将如来的真实意把它表露无遗啊！所以我们今天也应机在说《金刚经》，也正在阐扬如此的道理，来证明我们般若的空性。所以临师一指点得到三宝也是这个道理。这个就讲用谁说这个机，第三点谁说这个文，
长讲短啊，讲多讲少，广说略说哦，讲个精华，讲个干料的，啊，你简单说也可以啊，详细说都不可以。谁说了？《金刚经》里面的一个章句，啊，有些人讲我认为我跟他说过，那其实本来讲，其实我来讲，其实你来讲，共同可以。就是谁说文，意思也是谁说错。讲到规定在哪里啊？真爱也在讲的，东西也在讲的。山林之中也可以讲啊，树下也可以讲，不一定在佛堂内。佛堂是比较舒服的，这么舒服的容易睡觉，不一定在道场。普通的民间的一个房宅也可以啊，处处可以，在在处处都可以说。哦，所以讲道不一定在哪。还有什么？应谁说实呢？无论什么时间，作业啊，一起的、暗起的，早上啊，下午啊，晚上啊，啊，时间等电脑不敢接，不管长时、短时啊，随时随刻，随时随刻啊。时时刻刻都可以说，还是谁说死？第六天谁说过？无论当天时阵啊，无论几人、几个人、几个人、两个人，啊，人多人少都不可以。啊，不是讲啊，我公平面得偌济人听，不见啊，有人听你就你就要讲啊，千万不要一定要大官才讲，小官就不讲。所以有时候大官几千里面一个人成就了，大官里面有不一定啊。啊，但如果说少到跟一个人讲，那一个人成就了。那也不得了、啊、所以我们讲经啊也不能够说有这种情况哦，我们寡信一般哦，所以不管多少人都一样，这个人谁说中，所以说呢这个经文他们先看到过谁说是经是有这个大意义啊，是要随人，要随机，要随文，要随处，要随时，要随众，像我们《易经》还有个随卦，啊，看怎么样呢？我们随时可以吗？改变没有关系的，啊，没有固定的，所以我们都能够为他讲说这部《金刚经》，当知处置，这个处置就是说，谁说《金刚经》的这个地方？就是讲讲经的地方啊，有些讲是道场啦，啊，大部分拢道场啊。那如果深解的话哈，道场一心叫做道场啦，一心来讲道场就是啥，啊，真正叫讲道啦，啊，讲道就是啥，讲真理啦，啊，希望讲啊，咱大家当清净啊，啊，你这是真正道场嘞。所以咱直接讲道理呢，就话就清。这个道场不讲道场，是不是就完蛋了？道场一定要讲道。所以咱大家呢，以道相亲，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，然后呢，佛光普照，有佛法这边，咱学习啊，咱讲道，咱才能够学习啊。所以你要讲空间啊，当道修在嘛是叫做道场嘛。啊，所以道场哦。各位不要误会哦，不能这是道场，你当得的时候再就是道场哦，那这一点要认识哦。
讲啊，咱在去走路讲，对我哩走路，安尼毋是做人，不是哦。哦，讲经是说在了，他不能有共情心。谁说是经的地方就是讲经的地方？当知其次，讲经的所在就是做人啊。这个不得了，一切世间天地阿修罗，皆应作用的。主上是阿弥陀，这为了把这功夫修成了，唯独因公经的这里来修的，刚经的所在了嘛，跟着刚经的所在，他过来跟我讲，跟着说法，跟着说法的地方啊，就是道场佛啊，一切世间天地阿修罗都会用，用用啊，就是阿弥陀啊。说你在哪里讲经？你在哪里讲经？一切世间啊，这个世间就是讲啥？三大六道啦，不是跟咱人名呢？这个世是不是讲三世？啊，这个经就是讲空间，世间是讲啥？做，就是你讲啥物事？讲三大六道啦。所以一切世间啊，啊，就是观音所讲的天人。阿修罗，哦，天人的包括天都、金都、阿修罗都，这是不是叫做六道内底三相都？啊、哦，所以我讲大应重要。所以，而且你讲阿修罗，阿修罗啦，比咱咱翻译过来叫做鬼天，鬼天。
把你讲业来说做做做，劝别人去听经，乃至不舍菩萨业。所以哦，咱今日听经念出好，受益良多。咱嘛会当劝别人去听经，甚至不舍菩萨业。就是讲，无论遇到任何阻拦，只要有机会去听经，我总是排除万难的来参与。菩萨就是不断来精进，而且不离菩提心，而是大愿大恨去实践菩萨道。而且在那些菩萨道的过程里面，无违背甲这一切的正定，如是而行，这才是法的功用。所以这块的法的功用的时阵，啊，是上界多。所以咱听有经、讲经的事情了后是啦，咱今日去天庭阿修罗，拢爱如，拢啊依法，拢啊爱供养啊，对不对？经营供养啊，不但是世俗供养，还有法的供养。要如法修行，而且是利益众生。如佛塔庙，这个佛塔庙是讲供养、供养啊，亲像佛塔跟寺庙同款。佛塔庙就是佛塔跟佛庙，这两种。这个说经的所在，这个说经处哦，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应该供养哦，都应该啊来香花顶礼，敬仰不缺啊啊，或者是这个啊塔庙，敬仰那个不缺嘛，那个塔庙塔庙官啊来供。所以人家跟我讲，这个天人的时候呢，跟最高的天人阿修罗去，都是用爱来敬礼啦，来敬仰，那个佛像塔庙，这个是我们非常的一个尊敬。所以供天的所在就是供庙，一个佛塔的一般无疑，都应该供养，哦。应该哦，对佛经的所在哦，这个尊重啊，啊来供养的了嘛。啊，因为佛经的人哦，伊是大不宣扬，变同真佛在世一样啊，所以供戒他这一代人可以杀入我们佛种，便是自食三宝。故曰如佛塔庙皆应供养啊，所以讲为什么供经的所在道场的时阵，这个天人阿修罗拢爱供，因为供经的所在就是道场啊，啊道场甲佛塔庙同款啊，容易来供。啊，而且供经的人是大部分是善良啊，啊。所以伊甲真正佛祖比较是同款啊，伊是咧讲这个佛法啊，是呐，是咧少龙佛种啊，伊是咧住持三宝啊，所以当然个就佛塔庙同款啊，你应该做。所以哦，恭敬爱注意哦，你爱供啊，爱主持，要呢要解说经典要正确啊，不能够自己的意识心。哦，虽然如理如实的说，但是讲啊，恭敬的人啊，非话说谎，妄谈多人，误法误人，其罪业之大，不可言喻。虽然讲别个我们更不会管他，所以说经者应该渐渐自省啊，不可少乎啊。所以恭敬的人应该战战兢兢啊，哦，轻易不能乱解哦，也不能疏忽。所
以你甲看，经典足殊胜，讲经的人嘛真殊胜。所以咱经典会当互你启发智慧，经典会当互咱融化心性，会当互你脱离心性。所以讲经的所在，啊，讲经的人，确实我们都会不一样，我们要尊重。所以这是基本的啥？尊重，尊重嘛，正教。好，不要讲这个什么话，做尊重弟子啦。不过很可笑，很可悲哦。咱这些经典啊，一部经讲经啊，有当时下下去就是讲经讲经内底有足侪书句句啊。经典也好，书句也好，是代表我们的价值呢。可是很多的生意人哦，迷恋无知啊，用经讲经来去报烧饼油条啊。那这块的金光金啊，就不是塔庙了，就变成烧饼油条。所以经典的物件，你再提来，我给做物件包。这个就是啥？对佛经的不尊敬。塔庙啊，伊中国是分开的，塔庙也是分开。但是，我那是在印度，在现在这南方，这个南方的佛教的国家啊，塔庙是跟连在一起的。有塔就有庙，哦，啊有庙就有塔。那么伊个塔内底有分两种，一个是深深塔，那是华山塔。印度啊，在南方的国家，国家塔就是连在一起，一塔有个生生塔，还有瓦山塔。什么叫做生生塔？就是用用不离下力，不离辛苦的下力啊，一个是生生塔。什么叫做瓦山塔？就用用不离依教，包括经典啊，依教。那就讲啊，一副经典，一副体，这是一副经典，这种情况，这个叫法身塔。庙，庙是永不安静的所在，梦佛安身啊，就给人去住寺庙啊。庙内底佫有香，所以庙是永不安静的所在，也是经法修藏的所在。所以凡是强强的庙，一定有经道、经法，一定有经藏。所以给人讲一句庙，讲一句庙里，就是住持三宝所聚集的地方。那么应该不应该供？应该不应该供养？这里是应该说明的。何况有人竟能受持。用我们的话语哦，更何况有人能够依照经义啊，去实际实践啊，受持是制度啊，读诵是贵人读诵，是在度人哦，也就是自己能够依经实行，而且又能贵人演说啊，这是何况有人能够受持。所以这位如来意思就是讲，当然呐，一言我都想比，啊，又能够为人演说，这个是光听的，每一个人都成就，助度能够度他，恶欲圆满，方可呢才可以。用心无敌，哪一个阿弥陀佛当知世人，就会成就。最上稀有之宝，谢尊公这里说此经，说这个波罗庙，他们希望世人呢、啊、都能够人人成成就佛道啊，所以就成就最上的稀有之宝。最上的稀有怎样成佛吗？最上是没有比他更上的意思。第一稀有之华是最了义之华，究竟了义。
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，所以有时候他后悔了。说摩诃观世菩萝蜜，最尊最雄最顶，你们讲过这句话啊？所以有时候有时候摩诃观世菩萝蜜换了，是最尊最雄最顶。大家以前就会说过，我得一个我讲哪一代啊？有人既能受持不受，当是世人成就最上的稀有处。所以说啊，佛对世菩提说，不止谁说波若波罗经有二十世纪的地方值得我们啊去恭敬供养，但是呢啊，这能够既能受持不受求经的这个人，也能够成就呢第一稀有的波罗庙。所以经典上一再教我们要受持啊，为什么要受持？把经典变成你自己的才叫做受持，不然的话经典还是经典啊。所以再教我们受持是变成你自己的，经义在你自己的心中才行啊。所以跟我说，六经都要变成我们的注脚。所以你真的悟到了金刚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是智慧的成就。你悟到了，你这个心定的稳处，你就是佛啊，你就是佛的塔庙。所以古德我讲到，佛在灵山莫远求啊，灵山只在你心头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来到我这个天空，天的努力，那你的度智慧会成就，就是你悟到你心地的本性，原来你的心地是佛啊。不踏溜，就是讲你业不行，怀所在啊，业不行有。啊，所以你要讲讲，咱他都来练习，就是要找到自己的那个呢本性啊。所以你要讲讲，人人都可以这样做。《金刚经》的开始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就最上稀有的这个这个最高的成就，《金刚经》就引导我们进入这个净土。好，我们看最后这一点：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。经。所谓的经，就是路径的意思。路径，什么叫做点？点是规则，规则啊。经是路径，点是规则。本经所说的都是在发菩提心，那种不义的正轨，共尊之觉悟。所以经典是什么？经典所在之处，有经就有法。经典是什么呢？所以古经典有净法的所在，法在如佛在啊。五块的所在都是有不的，就是有不的这个所在。因为法都是佛说的，所以他讲则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这个若是极的意思，这个若是极的意思。所在这里都是这个法是佛说的，则
去的文物。桃花宫经典所在之处是不是法宝？则为有佛就佛宝，做尊重弟子的是讲啊，僧宝。啊，那些是佛法僧三宝祭祖啊。所以讲到这里要郑重交代，整个佛教就是以三宝为宗本，除了三宝没有佛法。无论在任何时空，只要有佛法流行，三宝缺一不可。啊，你去三宝啊，流传到日本，因为时代不同款，三宝的中心你随时而异哦。三宝来面对是各位中心，每一个时代的中心啊的重心不一样。佛在世的时候是以什么为本？三宝是哪一宝为本？佛在世为本，当然是以佛为法本啊。佛法来的不管在不在前行，不得在前行中啊。因为呢，这个佛法是不说过的嘛，啊，不在邪心呢，当然是以佛为法本呢、啊。法从佛出嘛，有佛才有正法的流出啊，才有从佛出家这个事情啊，才有依法修行的升起嘛。所以说，这个时候的佛陀在的时候，三宝当然是以佛为中心的、啊。可是佛灭度之后，是不是声闻开始啊？声闻的佛教的时代就开始，说要做出正法的责任，是落在僧伽的身上。所以有僧伽，才有如来的正法的发扬啊，才有各自塔庙的建立啊。所以啊。有一句话说：“生在佛在，法在佛在，经哪在法哪在，法哪在不得在。”所以那时尊不得别多了啊！以什么为中心？生法啊，是不是？可是到大圣佛教的时代开始，三宝的中心又转移到什么正？移植到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，所以无论什么地方，只要有如来的正法的存在，就等于过去的有佛有僧。虽然今天那几部经典，几部来电的功，肉是经典所在就是有没有排在前面？就是你讲几部呐，啊。所以做出经典所在就是则为有佛做尊重弟子，当然跟我说三宝的中心的转移，从本经的这句计划可以完全透露其中的消息。所以呢，这部经典经典的什么法宝为中心，所以呢，那个引就经典，经典的什么法在，佛也在，啊。发展呢？因为呢，这个佛法，我就能够点亮悟道成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哪叫佛法一心，我们就生法，所以我们就继续再讲下去了。所以这部《金刚经》无论在哪里，三宝都在不在？在。这个跟我们修道的三宝是相通的。所以当你打开这部《金刚经》的时候，有三宝在，是不是有悟法神在？因为我们上面有一句话说：“悟空，经典所在就是什么天人阿修罗多因供养呢。”所以说，这个经典都是三宝里面，我不喜欢都几堆呢。所以当你打开经本的时候，就有护法神了。所以别告诉大家哈，啊，你我看的时候一定要把经典读起来。好，这就是对法的尊重。按哪读？我不喜欢读啊。大部分经典都难看，一直糟践。这个表示对经典的尊重。如果没有合起来的话，护法神是不敢离开的。这三宝叫做佛宝、法宝、僧宝。三宝
后总会呢自信化，这三步是心化的，那降伏有妄心的法宝，也是你成佛的法宝，所以三步是总会自信的法宝。这从哪里来呢？三步是三归的，三步是咱主行的本来来啊。所以我们一贯道讲呢，自信的三归是自信的三宝，这是究竟的三宝啊。我搞不为三步行啊，自持的三宝。我不管嘛是三宝行啊，一贯的千经万经的精华就是三宝。三宝从哪里来？自信流露的本觉来的，本感就露出来。和佛引导弟子，引导众生的目的，就是咧恢复本来面目啊，结成心佛啊，这就是教的意思。所以三宝为啥？总归是呢，一宝而已，哪一宝？佛宝成佛了，本来的面目就是佛。所以说，世间所在之处啊，是这个灭关前的。对不对？我这样讲别人的话，世间所在之处，这个经典既然是你自行流露的，你来到我们这个要求呢，经典所讲的道理就是你自行流露的，所以经典的所在是呢，是你公益本体，则为有佛之言，自信本体就是。所以经典我们看清楚了，经典所在之处即是你公益本体，则为有佛之言，自信的本体就是佛。而且呢，众生本来就是佛啊，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法是自性所流露的。如果你的言行以法相合合，也可以说自性与自性相合合的话，那才是真的合同啊。所以那的言行呢，跟那的主行相合嘛，安尼叫做法同。阿弥陀的人家受持不灵啊，阿弥陀的呢，仅仅来身薄而是真身。天降清净，身者净，净与合同。什么叫做合同？你的言行跟你的自性相同了，阿弥陀的真身，仅仅出给了你的心情。自信相应，所以尊重弟子，经典所在之处，则为有佛做尊重的。这个三步，三步体系，总归以自信的法宝为。这是经公经所讲的真正的意义。好，咱这步就讲到这，十点半开始讲，好吧？谢谢。
明心见，凡对明心见性者，当如法来受持啊。咱那个明心见性以前，拢是爱以发誓妙法来如法来受持。好，看清楚。尔时须菩提白佛言：“尔时是指佛在教扬功德完毕的时候，上一分啊，是不是第二次的教扬功德？在教德之中，须菩提听了十说世经的功德的书说，于是乃对此经升起了熄灭以及奉持的方法，所以就。”白佛言，这个白就是顶白，下对上这个白，就顶白于佛，而请问说：“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”世尊啊，你老人家，你老所说了，这样殊胜的般若妙法。不得你老人家，你这样一路讲这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这么殊胜的般若妙法，当何名此经啊？那么这部经应该要起什么名字？我等云何共持？我们大家又应该如何来共持这一部经典呢？西菩提他所以要问经名啊，经的名字，因为全经的内容啊，博大精深，而一本经的名称呢，却能含摄全经的大意呢。作为一个学者，他们还是经工经的人，如果能够以经名啊，这个经的名称有相当的理解，对于全经的要义也能够一直不忘。所以说，只一经的题目啊，只要这个经的题目呢，啊，却能将全经的意义语气跟能将全经的一个语气啊，和盘托出啊。所以这个经题非常重要啊，这个经题啊能够将全经的语气和盘托出。所以经的名称在一本经典当中啊，是有它重要的意义。所以说你这个说出来的不得这个清晰这个信托，那么这本经题的功能是什么？所以咱来知影，佛陀咧讲其他的经典，地主咧请问这个经文时阵哦，大多数拢伫迄个传播的经典咧接近迄个尾声的时阵啊，接近尾声的时候，为什么《金刚经》在这个中间呢？接近一半的时候呢，就请经明呢？我们需要知道。后半部的经文之意呢，都是前半部的方展开而来的啊。那是说这个《金刚经》的意趣的话，努力的啊，前半部已经有了，不过是说之未详而已。我刚才在请这个问题，若非长老再问呢？说了前半部便可以终止了，随后是因为西菩提继续的请示跟慈悲啊，所以佛又继续讲下去的，而且后半部的经义比前面的经文更深入，所以这个经名啊，啊，念这个经的名称啊，虽然是在中间呢、啊，不过总比他经为啊得胜。有经典，实际上嘛有差别啦。因为讲到道家啊，中国兵工兵的道理啊，讲得差不多啊，啊，只是讲后半部是讲得详细，因为是无一个在
为什么枪法容易出低啊？所以后方就讲一直讲下去。所以其实哦，面这个经营啊，虽然是中啦吼，但是甲十分经典，迄个后方部的不要说在是有些差别。好，我们继续看经文。佛告须菩提，是经名为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指当受持的。佛很慈悲地告诉须菩提说，这部经典的经名叫做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可以，要记住哦，啊，这是七个字，啊，就按照经名去奉持就对了，而主办奉持的。所以可见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七个字哦，非常重要。你看本经啊，本那本那个那那部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，在我们解释经题的时候，啊，或许就有针对这个经的名称啊，有做了已经做了一番的了解了哈。但是也不得你家去讲出这个《金刚般若波罗蜜》的名。所以我们也顺这个机会啊，我们再把这个经的名称啊做一个简单的说明。金刚啊，金刚是比喻的意思，金金刚是比喻嘛，啊，因为金刚啊，佛陀这个经的类似呢，啊，其中有其中一点都有三方面来比喻的啊，就是你讲那种有三方面来比喻啊，就有体。向右啊，用金光来比喻，啊，金光就是用的铁，啊，用的是。金刚是一种金刚的体很坚硬，比喻什么俗相的般若，这是一个东西上的关键。因为金刚经的是说不借妙妙法，所以金刚不借，不借用金刚的这庄严物件来做，就是不借相，就是你讲那个主性的观念，实相的般若。这个是上的法界，就是咱的本性。本性就是相，是相就是无相。众生随缘的六道轮回来定，即使他下地狱，众生的本体却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害。所以金刚之体啊，很坚硬，不受毁坏。按照轮回六道是。他的祖先从来都是不生不灭，不会改变，没有受到一点点的伤害。这是讲金刚之体，说明比喻我们实相般若。金刚之右，那金刚哦，那金刚，那金刚石嘛哈，一出来会当呢，会当破坏一切物件。所以金刚之右，金刚也用比喻。比喻什么？观照般若。八戒有三种嘛？哈，是什么八戒？观照的八戒。哦，这个观照的八戒啊，这个就是呢，金刚之用，表示很利。什么利呢？能够断一切物。哦，心里面的这个能够。那金刚经光就给它断一切物，这里的物不是有形的东西，而是指我们内在的贪嗔痴慢疑恶见的六大根本烦恼。贪嗔痴慢疑恶见六大根本烦恼，所以那修道里面的观照重要不重要？重要。所以实相的般若是。实相的般若是什么？接着就是金刚之体啊，那金刚之右一定。
定要关照，就是标识光华功能断气物。那金刚之相明亮，那你就是呢？金刚的也是内啊，也是明亮，标识相对标识文字的多。所以那这个金光法界，金刚里面的法界是啥？用金刚的体相用，金光的体就是法界，就是金，就是那个实相法界。金刚之用就是观照的功能，那金刚之相就是文字的多。啊，文字的波罗提供啊，我们因文字而明理啊，啊，无名而得名。所以修行内底，其实咱要发起今日要达到金刚、啊、这波罗蜜这三种内底是一定爱知影。所以修到这个事情，发现这是咱的问题。但是咱修到内底最主要是这个爱观照。金刚，咱归无金刚，因为文字，这是金刚之下，这个好像这个是文字的功能。所以为人，比如讲过去，你叫你讲金刚经，叫文字来解释金刚经，文字哦讲得很漂亮，很会讲，不一定开悟。我做个功德，我怎么开悟？可是我们能够因文字起观照，才能够证实相，这才有用。如果你光文字在这里，以为刚出你刚来哦，这个文字波罗就光努力了。所以有时候你功夫呢，说通但是没有起光。虽然起源改变，最主要是观照。所以这两个哦，这三个很重要。这个文字的波罗。观照的波罗，实相的波罗，这三个都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可是我们晓得，要由文字起观照，才能有证据。这个文字呢，哪像一架车？这个观照，哪像司机？实相我给你无边界，一架车若有司机，无可能有到无边界。所以，当然这三个都很重要，可是最重要的是观照的波罗。虽然你有车，你若无这个司机，你无边界就无边界。所以我们讲金刚波罗波罗蜜。因为到必然实相现前，这三者皆一，但是还没有证实相前，文字的重要不重要？重要，经典重要不重要？由文字的金刚经能够证入自信的金刚经，那就是实相。当中最主要是观照，所以我们都喜欢看别人怎么样好坏，你没有看到你的。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关照你的心灵，关照自己的，自己什么贪嗔痴，慢疑恶见，所以修德是怎样？观自照。修行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定要做，第一个要有关照的功能，关照是内修哦，所以波罗是成佛之母。什么叫做关照？起心动念的节制，观教越修，越披星戴月，越见越透彻，越起。一直变化，一无变转，叫做转凡入性，叫做转生死，
你转烦恼为菩提啊，转生死为涅槃。所以修道者爱转念，转烦恼，心脉呢，修道者离开心意识，起心动念的觉知。所以文字为心地动念，心心为文笔，暗地为动念，达到了内心的清净。所以修行第二就是关照这个呢，内心的功夫。你修道心清我。结果，成者，成者有之，你自己清楚。所以这个关照的功夫，我们才功夫很重要。所以修道人要爱念心。如果你达到有功夫的话，念念什么呢？回归自心。所以你的心要往外，你的心要回归本。内修的功夫很重要，不要看别人的是非，你要反省你自己，看看你自己。有关照之后，还要发大心。发大心的人，越小鼻子小眼睛。修菩萨道就是这样，不要为了一己之私，要去利益众生。所以凡是般若的经典，都是文字的般若。那这些经典呢，都是你讲文化界，包括金刚经在内。但是你若是吼，经常讲哦，文字背来作声，把文字背得滚瓜烂熟，而没有关照的话，这些经典不但没有用处啊，反而会增长无明啊。这反而是一种障碍啊！我功力肯定不要作结，是不是死在文字上里面？是啊，世界的功力来的，你就叫我功力，可是你不会修啊，不会就是功。所以我们要能由文字而喜欢照，中而正而实相。所以啊，这个文字的波罗，观照的波罗，实相的波罗。三波罗中，以观照的波罗最为重要。所以刚才后学也说明了，观照就是你的观念，你要糊里糊涂，修道要清清楚楚就能照，即照要一如，即才能够照。即是讲清净心，照是讲用妙用时光啊，全讲两万了，事来则应，事去则现。清清楚，这是起心动念的觉知。所以，我们修道里面，我们要晓得一切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，从你的心呐、啊。万法从心生，万法也是从心内、啊。所以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你怎么可以不关照呢？所以说，觉照的功夫。需要把念头转过来啊，所以心中这个回头就是转了。修习的功夫完全的关照，所以功夫关照的功夫不得力，佛法也不受用啊。他看这些经典呢，但是你不会修行啊，死在经典上反而是障碍。做人起正真波罗关照，佛经。又是南京人的这一句话，做得起正真波罗观照，才能够转世成智啊。那么一般提到观照，有下列几种呢？这些就是统一的说明的观照。第一个，你要完全的能力。观照是第一个讲完全。怎么在做功课的做书啊？来讲，眼睛修都不常想，三性速度这是经常的。三省树木，道家的话就能成就什么甚深的禅定。所以我们跟修道的内心呢，人都难免有过，我们一定要懂得反省。每天在佛堂里面呢，现家的心呢，你有没有这种心？不是形式上的礼拜而已，反省自己。第二点就是忏悔。因反省之后，知道过错，
和升起忏悔心，有反省的能力非常重要，更要有什么忏悔的心呢？这个才是真忏悔。忏悔是我们修行的重要功课，所以忏悔几年以后呢，往昔所造的诸恶业，皆由什么无始的贪嗔痴而来。无始的贪嗔痴是从哪里来啊？由身以意之所造，一切果境皆忏悔啊。所以啊，难言不平的众生啊，我们言语造作，起心动念，无始业，无始罪。言语造作啊，起心动念。言语是不是讲？言语是讲嘴巴，造作是讲身体啊，起心动念是讲身啊、心啊，这是身口意所造出来的。一切果尽皆忏悔，业障忏尽啊，智慧就开显啊。业障就是因为杂草染乱啊，杂草染都抛抛的时候，一些油啊，一些底部膜都掉了光。所以说，毁尽福气生，毁了尽了，忏悔了尽的时候呢，福就生出来了。所以说，业障忏尽啊，智慧豁然打开啊。第三个，不搞一点两分，那是一种的关键。参详嘛是一种的关键。各种的行文，从心境向下功夫，通通都是。所以，只要能够掌握你的心念，不要被外境牵引的方法，通通都是关照。第四点，就是以经文为重要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咱若是经典内底有些啊，啊不是用经典来念啊，来念咧啊，上经也好，或来念咧啊，这个词诵，把经文背诵背熟之后，有当时也当提起关照。所以为什么现在要读经？就是进入八识全宗里面。那卖低嘞，有诶无诶物件，那个八识全宗对这块的这个法界的清流种，多进入一些，会净化我们的心灵，会在我们呢遇到境界来的时候，经文会浮现出来呢，指示你调节如何。所以我刚才有一块经典来给写的，就故为讲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里面我们常常。常常听得到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安尼，这句话你若作些，到一个境界来的时阵啊，有当时啊，这句话会当含糊一些。所以，经文为座右铭，也是一种关照。唯有关照，才能转世成佛。所以有做大经有共鸣。五八六七火云转呢、啊？有没有这句话？虽然给他一点心都来内心，就是在关照着我们。所谓的五是抢前五次，五是讲第五，就是讲金木水火眼耳鼻舌身前五次。六是讲第六次，七是去讲第七次。第六是意识嘛，第七识是摩那识，八是什么？八是阿赖耶识，六七是因中转，五八呢果中转。所以修行的功夫就是你转第六识到第七识，第六识第七识是因啊，所以修道啊，不要在果定，在果报上啊，在那里执着。啊，起无明啊！因为呢，有因就有果，我们要改变果报，从因地上下果。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：，一个提在提在，众生皆如来的地狱的时候，
因为梦想就叫做不能证得。为什么不能证得如来的智慧德相？由于妄想执着。妄想是讲第六意识，执着是第七意识。所以我们修道要观照，观的人要观察。所以心都来练习，就是要得产品。那个现实爱好，那不敌不敢，没心就是不敢，开心快心就是死结死感。不敢死感，心灵达到到那个究竟感，究竟要通。所以修道要观察的能力，观察自己的心，不断的观察。转第六意识妄想成什么妙观察，由意识转为妙观察。虽然观世不作，我都了解了啊。第二意识本来是意识心体，可是能够变成一种妙观察。那么不断的观察会转第七识的执着，变成什么莫那？这个莫那是变成平等性的心，第七识是执着的我执啊。坚固的我执会转变成了平等心，这个不容易啊！这个叫做了生死啊，进一步的呢，平等心的话就可以再进行修行，就是菩萨道。所以咱人啊，咱人啊，五执破掉啊，清净心变。咱人啊是无分别心，咱的心就平静，那是菩萨的。如果加上没有起心动念，也行不了，叫清净的平等觉，就修到一步一步的修。所以得变心，所以说我们有六四七四，如果一起转一转的话，五花的不转处转啊。所以那滚别心呢，六四跟第七四，那五花都能够转四。第六识或者转妙观察，第七识转平等限制，五八转自转啦、啊，第八识的转啦，大圆定地。所以咱六祖坛经有讲一句话，讲啊讲，这个心起修，这个神教一句修不是说什么，讲心起菩提修吗？心如明镜台吗？那么六祖开悟讲啊，菩提本无起。人听也回答啊！所谓的宁静，不是咱人，不是咱一日常一日那些有形的境界，不是人听也回答，是这种地界性的大圆镜智啊，大圆镜啊，就会现起。那么金光心就变成成所作主，就是咱这个心，会有悲喜业力啊来进行运作，这个心更变化出来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只是业报身而已的。所以说，在实相还没有现前之前呢、啊，一定要持续不断的观察，甚至在开悟之后，也要继续观察。所以心经也讲啥，观自在菩萨平静不再不能得失，教典我闻来后。所以哦，心经内底你讲，这个行亲，就是你讲观照方面来亲嘛。所以咱修道内底是讲啦，三宝嘛同款啊。所以三宝心，所以三宝就是要你躲劫避难，要你了生死的呢。咱若三宝无滴用，迄个莲光寺讲啊。这个叫他的第一书要不是啊，是修行的法门呐、啊。这个法门呐、啊，我这个方法你能够一开始建立为真的，不熟练的话，功夫不到位的话，那么你的用出来的功效就没有什么，没有不好的啊。所以你要帮我帮忙，一定要熟练啊。所以我们要什么？要持续的观察。先天地共同行深波，那个观自在菩萨行深波的光明，光明说是照见一切皆空。那个行深是要观照的功夫要深啊，
山中斩无告殿呐，修其业当一言以蔽之，这是官职犯。官脚一个，所谓经典要来修习的当中，没有离开心经的这三个。今天九州叫你观自在，三宝那天换到咱修行时，是不是也是观自在的？你自己在不在？关照你自己啊！你哪安尼会哦？就是什么？就是人或什么照见五蕴结果，五蕴这个空也在讲空，无法无空，五蕴就是空。那是见性，这个相就是性，性相一如啊。所以楞严经开悟之后，他讲什么？五蕴六度十二是十八界本如来照见这种性。那空见性不是定的，这是要你开悟了，空见性一真一切真。如果你进入一真法界，一切是真的，没有假的。跟一理贯通，所以一真法界是无界的，还没有到一真法界的话是一理的话，进入一真法界是无界，是一真一切真的，一就是一。所以啊，真外有这个性跟相是一理的，真假。真的是假，假是真。你讲假是假，性就是相，相就是性。所以你能够五蕴皆空，五蕴是讲身体呀、啊，五蕴讲就展开的话是五蕴之外，五蕴就是空。所以如果说你说哈，五蕴都是空的，后面为什么讲色无力空，空无力色？为什么讲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？因为无蕴是空性，空性是讲一真一切。所以在修道里面，修一个问题空文，空就是放下，清净就不要执着，那个智慧才会开显出来啊！所以说，不见是空性，般若是空性。你说空吗？不空，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，连般若妙法都不能执着，不能成。可是需要般若，不能着般若的相，这样子讲。所以说无蕴不是空性，所以呢，提来给哪一样修炼呢？其中，戒不离戒，心法不离。兢兢业业，也别执着，不要执着，真的执着，也不要刻意去找，不要多多对待，那这样是没完没了。所以说，一切的经典、修行的法门，一言以蔽之啊，那是编出一句。观自在的，你看，明知一知点，叫你验知在知啊。这边是不是继续超越语言文字？这里是不是？你唔捌去马来西亚，还印度，自信内照，三种基础，第一等最基础消灭。这里不是文艺的，这是我的用心变成的极端化。所以修道里面呢。恋恋不已，这个
一六十一六不离这个，《金刚经》告诉你应如是住，有没有这句话？应如是降如其心，善智护念不住，这是经典的最重要的破题的地方。刚才点出一句，有没有相应？有。你顿悟的话，摸着空性会现前。所以他哪爱如是如是，如如不动，当下即是，念之在之啊。老夫是传来最可这一条明路，所以我们要老夫给我们开示，我们有没有悟？看你个人哦。你要悟路啊，所以你要懂得反常。所以老师告诉我们什么？终日无厌则观。所以修道里面就是要守这个东西，所以能得一得了才真的要修行。从这一点心性上去下功夫，不是练心呢，修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看你怎么修。所以道德经哪里讲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毁。损及的损上面有损地又是地形损，以至于无为的形象实相又现前，实相现前以后就无不为，所以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才能够无所不为。无所不为是率性而为啊，是自性的流露。所以说为道什么？为邪什么？为邪之意啊，为道要正顺，咱们行多的爱顺。以修道来讲，顺很恰当，但是那个唯心是注意，但是要学习，哦，学道来练心是对你有好处的。但是修道的心呢，要顺你心中我们自性所没有的，也要先撇清一些，这个就是我们轮回生死的根本。你会不会去顺？啊，所以说哈、哦，要能够什么顺我们的第六识第七。达到无为的意思，无为就是实相现前，实相现前以后就无不为呢，自性流露，妙用时光啊。所以修德爱要去修仪，去修炼，所以德而不修，哦，啊，这个、每天呢是呢这个空过这个时间呢、啊，浪费你的生命。虽然你在途中啊进步，但是啊，实际上你进修的时阵啊，很少。虽然今天看经典，也是给咱提醒啦吼，啊，互咱知影讲，啊，道场虽然啊得到深厚，但是呢，真的我们要用心来修行。所以他最后讲什么？主当奉持啊，他按照这个因果，他这波罗蜜这个这个几个字。七个字啊，一定该叫这个经典的名。他不要讲的那简单的艺术，你要去呢，主张啊，
你碰瓷啊，照这个经典这个名，这个道理内底，你爱会晓去碰瓷啊？什么叫做碰瓷？碰瓷就是恋恋不忘国说啊，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依法修辞啊，念念不为如来所说的呢真实意，意思是这个样子啊。那么时间上也差不多11:25了，剩下5分钟，不要再讲了，我们够没人打了，一定要跑回来练习。好，今天讲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上了上到10:30而已吗？哎，你这到电台去修修，他都在那跑回来练习了。是在楼下，楼下如果没有11:30，我应该很方便。就外面11:30，楼下是12点，那就楼下后学刚才后这一段先讲一下，好不好？到11:30，好，我们现在继续把这一下面这一段讲一下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为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。相皆空啊！我刚才你讲，我这里买这些，那这是空心啊！哦，那个名相都是空的、啊，是咧要人要执着名相啊！为什么现在我又安立一个清明呢？哦，要人卖你这名相，啊，喜爱当然就盯着都有点盯着名相。所以说，所以者何？就告诉哦，就是下面管理奶安尼啦哈。所以进而告诉西菩提说。当知啊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为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啊。佛虽然说般若波罗蜜，其实啊，即为般若波罗蜜啊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听到这个经名的时候，不要以为有实在的经的名称啊，不过是无名之名的假名而已啊。啊，这个经名是吗？那你问这个经名，你不要认为有实在的经的名称啊，不过是无名之名的假名而已的。般若啊，它是离开言说了，离开言字，离开啊这个心言相，法性本空啊，何名之有？佛恐人生啊落入断灭见啊，着空啊，所以不得以他们的名称而已。哦，这是呢，因理因哦，便利我们修行的人能够信受奉行。所以那个，那因理那叫你开悟众生嘛，啊，那得要结果，所以需要有一些名相来引导我们入悟啊、开悟啊，便利我们修行啊，不得已才安立这个见闻啊。哦，所以强名其名啊，有的经常在讲啊，名可名不修名，所以哦。因此，不见说在不得，不妨说是名般若波罗蜜。但是呢，要了生死，证得佛果哈，一定要修般若哦。般若还有那是讲话讲，咱若要成佛，一定要修法界，法界就是成佛之妙了。但是修般若哦，还有一个般若的相哦，啊。所以讲，讲你要修法界啊，你要讲要修法界啊，法界嘛是一个修，讲名称这个名相。所以讲修般若呢，还有一个般若的相，应该是什么？修般若则为般若，意思就是说要离相啊，离相才能无住啊，才能够废灰自现。所以说，连般若这个名相也放下啊，不然呢、啊，般若将成为障碍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诸法皆空，不可得啊，空性也不可执哦。连空都未使执着啦，英雄未使执着，他就是空放空，连空也不可执着呢。般若可以度生死，但也不能着般若相。啊，这一句要听清楚哦。好，这个般若可以度生死。
但是呢，不能着波罗下啊，所以说修到咱就是你讲的空间法界，法界会当度一切，但是你未使度界啊。波罗下，你在度界法界也是，我们修波罗不能掌握波罗下，咱哪讲法界是多生性，是哪个的多生性？五千四就是万万了破无明啊，才能了生死，万万了破无明才可以度生死啊。所以说嘛，起朝前当初开波子的妙门呢、啊，啊，所以我讲这个不这鸟意义啊，是一旦果断的信息，但是咱每当逐渐发觉性，所以我们常讲两边不执着啊。所以这里是讲啊，其归是名啊，其归是不着有，乃是名是幻有不离真空。是名就是跟不着空啊，是讲名相不能着空啊，这就是你看的名其空，真空也不妨幻有，幻那个那个幻有的那个幻有的东西啊，它是虚幻的，真就是讲空，真空不爱幻有，幻有也不爱真空。真空不要妙有，也能够即空了灭有没有？真空跟妙有两者是妨碍的，这是讲一个现象圆融的道理。啊，所以说两这个圆空经等于说两边不执着，所以底下讲的则为就是不着有，就功业分别。你要在向上里面上无明失掉，啊，这是圆空，幻有不离真空，是讲真空。四名是讲不要着空，这然后告诉你们，真空也不爱什么幻有，所以这两个呢都要圆融，无爱自在啊，才是无慧双修，才是什么成佛之道。所以哦，那这部经文说嘛，说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其归般若波罗蜜，四名般若波罗蜜，啊，应用起来就熟悉嘛，就翻来讲。咱的心情应该去不做说梦，因为般若波罗蜜是不是究竟的妙智慧？真正的智慧是什么？即归般若波罗蜜。金钱地位心修的即归般若波罗蜜啊！这个为艺术家了后，智慧呢到了极点，乃是没有智慧的境界。这边是不是这样的？即归般若波罗蜜啊！佛说般若波罗蜜。波罗波罗蜜，即为波罗波罗蜜，意思就是说，真正的智慧的成就，那就是即为波罗波罗蜜。意思就是说，地狱到底掉就是无地狱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真智慧就是清净，拿住这个大智若愚啊。智慧真的到了极点，就是最平淡的人呐、啊。世界上最高明的人，往往就是最平凡呐、啊。所以即为波罗波罗蜜。四名波罗波罗蜜，这个才是真的有智慧的人啊！所以说，相反的平凡就是伟大的。所以真正有地位看来是无地位的，这是真正有地位啦。所以今天我们讲讲啦，真正有地位是他是去找这些下的啦。那还有一些，只是说我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，他是什么？他是表现的非常很好啊！智慧呢？智慧看他的内心里面的，他不会显现。好，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五分钟了，好，谢谢你们。